是我的厨房，因为我最近呢就是爱上了自己做手工面包啦，手工意大利面呢，然后很喜欢榴莲在厨房里面，然后就是烤面包啊，烤蛋糕、饼干给我女儿吃，给家人吃，然后就觉得非常有满足感。你有没有去过机场，就是看过人家去接机，然后大家就哇你来了欢迎，这样那种欢乐。然后我现在每次回家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下飞机，然后我的家人就是打开门，我女儿就会说你回来了，然后我的家人就来迎接我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家里 有很多人啊，我妈妈啊就是大家会就是有时候每次特别是 要出门几天的时候，然后就每次回家就是受到热烈欢迎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棒。